是几点钟下的？大概凌晨四点多，那在烧开水。对。然后早上以后再去烧点茶，再煎一个馍馍，有点才能大家能喝口热水。现在中午就弄点萝卜、洋芋、粉条，有一点猪肉，我们就弄着给大家熬个粉条。从西宁开始骑过来，骑车已经骑了六天。骑的什么车？六天到了这个珠山，到了这个毛泽东。这当地政府反应很积极，我估计肯定应该是有那个地震救援预案，不断的有车在这街上开，叫大家下楼，走到开个地方，就叫大家到了这个广场，他劝大家不要进屋，吹得很好。